点点开，唱的春天给发展。兄弟共头拜，有同发爱江山乡土地，顺永路是恩下家。他们是从乐团当中呢起身去换衣服来唱歌，待会儿还要再回到乐团里头继续做演奏哦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要特别的感谢，就是指导小朋友做这个油桐花演唱的高原国小朱主任的指导，龚远贵还有朱祝英，请神鬼字头再看油桐国外朱主任在现场。
是要提醒大家，我们刚听到《十八姑娘一朵花》是邓雨贤先生的作品，在我们客家文化馆，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了，有我们邓雨贤先生邓雨贤音乐馆，在这里有他的生平的介绍，还有他的作品的现场的影音介绍，欢迎大家我们在欣赏音乐会前后有时间的时候呢，都欢迎去我们的邓雨贤音乐馆看一看。接下来就要请大家欣赏哦，传统的客家古味哦，用爱我干咸木团的方式来演奏，你嘛几感动哦！一条曲诶，哇，青岛人都要冲哈，那他做的硬糖咸木，佮做的硬甜的冲嘛哈。一首古一条古味叫做《桃花开》，客家古谣《桃花开》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《桃花开》龙潭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。